法水能洗。那三昧两个字，我们用正定的手势来诠释，见己众生最浅，那这个地方我们打众生最除掉的动作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是色心断二处散，那色心两个字我们用注意很谨慎的，你要把这个二除掉，去行善的意思。火焰化红念，那这个地方我们两只手手指尖朝上动的动作就是火化，两手合掌，有一点合掌转一下就可以。红在嘴唇的地方，莲是像一个莲花的莲。心断了诸生。